给我的阴影现在深深受不了。玩这个猛棋呀！Max and Man Home。嗨，大家好，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圣神修院，教区施读培育圣召嘅地方，玩下啲修生，同佢哋倾下偈，睇下佢哋点样回应圣召啊！阿俊，想问有乜嘢特别经历或者人物令到你听到回应呢个圣召咧？当中比较深刻嘅就系一次系大概四年前啦，参加一位神父嘅进学礼啦，成个礼仪都即系为我好触动，关于作为一个神父啦，佢有啲咩嘅使命呢？一个人成为一神父之后，佢嘅身份系咩呢？佢身边嘅人啦，以至整个世界啦，系一个点样嘅一份嘅祝福呢？咁都系一个触动啦，开始去谂。到底天主在我身上会有什么计划呢？令我去开始开放自己啦，去思考除了我现在做的那份工之外会有什么重要呢？有很多人都有这个，即有很多人物都令我想起这样，但如果要选一个呢，我会是选我以前的本堂神父欧阳辉神父，就是他在大埔堂区服务这么多年呢，就是陪助长大的，我跟他一起生活在他身上的學習的是最令我有这个。主要是經歷啦，咁其實我喺即係小學嗰陣咧，即係已經有做神父嗰年，因為嗰陣咧我係喺天主教家庭長大，咁就由細到大都會跟屋企人去磨尼撒啦，咁就磨尼撒嗰陣即係見到神父主持彌撒，即係內心就有一種渴望想大個好似咁樣，咁最初就係源於呢一份嘅渴望，咁後屘慢慢再去睇落去啦，即係大概中學啦、大學去到差唔多畢業，諗下人生咁樣。即係都覺得唯有選擇天主是最有價值的，所以就選擇了入呢個修院。我原本其實我係中學先嚟神嘅，咁所以就畢咗業之後就好少喺堂區有嘅。有一次暑假就有機會去上水嘅聖約翰修女院，咁就見到啲修女真係十八歲到八十歲嗰種喺度，即係一世都係一生人都服務呢老人家，就覺得好，即係好特別咯。就所以後來開始自己都諗下聖召啊，開始慢慢揾新嘅解。我回應聖召咧，主要係即係睇到即係同神父之間相處，咁我見到佢哋即係好嘅榜樣啦。咁主要係即係呢方面令到我即係對即係做神父呢方面即係自己覺得有啲興趣。可以同大家分享有乜嘢時刻令到你覺得？这个选择是没错的。如果要选这个时刻，我会选现在这个工作，我觉得是没错的。因为入了来之后，那个的很多不同的经验，很多不同的时间，令我对我一个的修道圣召的看法有一个不同。所以我会选今时今日，我觉得现在这一刻的决定是没错的。我想都是要入步嚟生活咗一段時間先至知，因為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喺修院生活，我哋都會即係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實習嘅機會啦。即係我試過第一年我去咗修道院，跟住之後第二年嚟探家，中間亦都去過啲青年嘅外展啦。即係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人之後，就更加覺得係。即係呢個照料係啱嘅，因為教區施工嘅成就係為整個社會裏面嘅弟兄服務。有咩時刻啊？其實因為我都睇聖召睇咗好耐，咁就最主要嘅時刻可能係2016去波蘭世青，咁就即係喺世青之中可以話係我第一次叫佢虔誠嘅啫。咁就每日有得參加彌撒，每日係有得即係同人講天主嘅道理，
即係同人商討關於成信仰嘅事啦。咁即係呢樣嘢我嚟講係好吸引，即係每一日都同天主喺埋一齊嗰個感覺，所以就驅使咗我即係2016波蘭濟青之後咧，第二年2017年去修。在考慮思索聖召的時候都即考慮了相當長時間，都是有好啊。咁即係長時間祈禱裏面啦，自己亦都有喺參加聖母軍啦，同佢都有啲嘅服務啦。譬如喺母老班啦，幫手做陪探員啦。尤其是對象係初中嘅學生啦，將福音嘅信息啊帶俾唔同嘅人咧，係非常之有意義。在修院裏面最喜歡的是什麼？最喜歡的兩樣啦。第一樣就是祈禱朝拜聖體，我都很喜歡的，即是事實實即是每一天都這樣面對面跟耶穌去傾偈啦。第二樣東西就是正如這個球場呢，我最喜歡的是踢球。這個球場其實我們每個星期一呢4:00呢，我們修生啦、神父啦，或者其他修會的兄弟都會在這裡踢球的，那就很開心的，這個都是我修院生活令我很喜歡的一部分。很多片段都很開心的，剛剛都是跟不同修生兄弟啦，大家一起當中有些的體活動啦，譬如行山啊、踏單車啊，或者是參觀一些地方啊，都為大家一份的經歷，一份的交流。可能是啲兄弟一起相處的時候，因為我哋而家修院九個修生啦，其實大家年紀差唔多啦，咁又有相同嘅理想啦，咁所以就即係佢一齊兄弟相處嘅時候，好開心。最深刻嘅片段咧，其實就主要喺即係團體生活裏面即係揾出嚟。咁我記得即係開諗翻我之前咧，即係今年咁啊去咗一個即係聖召行啦，即係修院團體同埋院長一齊即係去喺屯門行到去即係翻嚟修院咁樣，即係分幾日嚟行咁樣，即係都比較辛苦嘅，所以深刻都幾深刻印象嘅。乜嘢説話想要同青年人講？我在這裡鼓勵各位的青年人，如果有自己的理想，如果有自己的渴望這個聖召的想法，就不要害怕，也不要擔心的，很多年主動去找你信得到的神父、修女、同他們去分享，讓他們去支持去這個聖召。今年實信青年，我想我自己聖召的經歷都是即係修女嗰份實踐嗰份信仰嚟嘅，睇到啦。咁所以都係係咯，真係信仰真係唔係淨係喺城外，都要係多啲去接觸人哋啊，多啲嘗試去實踐出嚟，咁先至會揾到嗰個信仰真正嘅價值。我主要想同嗰啲即係揾緊聖召嗰啲即係青年，可能係即係婚姻啊，或者思索聖召嘅路都好啦，即係。即在聖召行這條路上面是會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的，但是即大家都不用怕的，最重要是你多些找一個比較資歷深一點的神父跟他傾下，就多些跟他們接觸一些修道人，天主會透過他們給一些啟示給你們。我諗青年人很多時候感到失望的地方啦，對於呢個世界或者呢個社會啦，睇唔到啲乜嘢嘅希望。咁呢個世界的未來亦都係係我哋嘅咯，好希望自己去創造啦，同埋跟住天主嘅道路去行咧。始終我哋一定會行一個好光明嘅將來。不要怕，雖然這個世界為青年有很多挑戰，但是記住天主一直是帶領我們的，所以要人都信任天主，就不需要害怕。好，多謝曬，實信青年要信賴天主，不會怕。Thank you。好。好。